放好杯子，放入一片猕猴桃，一个草莓，一块西瓜，开始榨果汁咯。用力把水果搅碎，果汁就这样榨好了。猪妈妈要来喝果汁，先放好杯子，放入西瓜、橙子、苹果，开始榨果汁。果汁榨好啦，拿给猪妈妈喝。果汁来喽，好清爽啊！小猪佩奇也要喝果汁，把杯子放好，放入草莓、橙子、西瓜，开始榨果汁。榨好啦，拿出来给佩奇喝吧。好甜的果汁，酷！小猪乔治也来喝果汁啦，放好杯子，放入橙子、苹果、猕猴桃，开始榨果汁，要用力哦。好了，拿出来给乔治喝吧。果汁来啦，太好喝了！猪妈妈还要来切水果，切西瓜、橙子。芒果，酷！哈密瓜 ，great！ 草莓，哦！香蕉 ，perfect！这是小爱的装备机器人，开始变形吧。收起两只手，旋转一下，再拉出车头，把手臂转到后面，这边也是转后面，把双腿也转到后面，再对准手臂的位置卡好，这边也是一样的操作。装备机器人变成了赛车，这是直升飞机小爱，开始变形，伸出双手，放下双腿，收起尾翼，小爱变成了小机器人，过来驾驶赛车，出发去兜风喽。小爱回来啦，下车吧，把赛车再变回机器人。OK， 放下左腿，放下右腿，把双腿转到前面，再放下两只手臂，调整好上半身还有双手的位置，变形完成。小爱
快来驾驶机器人，出发去巡逻。这是酷飞的装备机器人，开始变形。收起两只手，旋转一下，再拉出插头，把左手转到后面，右手也转到后面。Great！ 再旋转双腿，对准手臂的位置固定好。这边也一样固定好。装备机器人变成了赛车，这是战斗机酷飞，酷飞变形。收起两个飞机翼，放下双腿，拉出双手，酷飞变成了小机器人。酷飞过来驾驶赛车，出发去比赛喽！酷飞回来啦，下车吧，把赛车再变回机器人。OK， 放下左腿，放下右腿，再放下右手，还有左手，调整好上半身和双腿的位置。再放下双手，旋转一下，变回了机器人形态。酷飞过来驾驶机器人，出发去巡逻。这是汽车底座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轮子。这是车头，安装到底座上。安装好了。Cool。 这是车厢，也装上。Okay。 好了，再装上翻斗。翻斗车安装完成。让小猪佩奇上车，佩奇出发喽！这里有货物要搬运，翻斗车过来啦，把货物装上车厢，掉头，运走喽，到站点啦。掉头，卸下货物，继续出发。接下来我们要组装垃圾车，这是车头，装在底座上，装好了。这是车厢，这个窗户可以打开，装上去。另一节车厢窗户同样可以打开，装好。垃圾车组装完成。佩奇来驾驶垃圾车，出发喽！哇，这有好多垃圾，佩奇来运垃圾啦，拿走垃圾，打开车厢，把垃圾放进去，关上车厢，佩奇要把垃圾运走喽。到达垃圾场，掉头，把垃圾卸下来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组装清障车，这是车头，装在汽车底座上。Cool。
有车尾，这是清障用的吊钩，装好。清障车组装完成，佩奇上车。佩奇要驾驶清障车出发喽！有一箱货物需要清理，清障车过来啦！掉头，用吊钩勾住货物，把货物拖走吧。先来摘蔬菜，拿上刀，把西兰花切成两半，再把豌豆掰开，去炒菜喽。放好炒锅，把蔬菜放进去，开始炒菜，加点盐，继续翻炒。炒好了，盛到盘子里去。放好汤锅，来煮火鸡，盖上盖子开始煮。打开盖子，加点盐，继续煮吧。火鸡煮好了，在这里放好。接着来做汉堡包，拿上面包片，放上菜叶、芝士、番茄片、牛肉、菜叶，盖好面包片，汉堡包做好了。来煮一壶开水，水开啦，倒进碗里，放好炒锅，我们来煎鱼。加盐，继续煎，煎好了，盛到盘子里，来切一根玉米，切好了，放好汤锅，来煮海鲜玉米汤，开始煮喽。开盖，加盐，搅拌一下，汤煮好了，在这里放凉，再放上炒锅来煎鸡蛋。放点盐，鸡蛋煎好了，盛在盘子里。这辆就是大勇消防车，打开车厢，这是超级飞侠金小子，开始变形，收起双腿、左手还有右手，放下机翼，变形完毕，准备出发喽。这是超级飞侠多多，开始变形吧，伸出左臂，伸出右臂，
然后放下双腿。多多变形完成。多多要来操作水泡，装上炮弹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发射。再把多多变回去，收起左臂，右臂，收起双腿，变形完成。这是超级飞侠乐迪，开始变形，收起左臂，右臂，打开后盖，收起双腿，乐迪变形完成。在这里准备出发咯。这是超级飞侠包警长，开始变形咯。升起右翼，还有左翼，伸出左手，还有右手，放下双腿。包警长变形完成。包警长过来拿上水管，开始灭火吧。火扑灭了。再把包警长变回去，收起左手，放下机翼，收起右手，还有双腿也收起来，变形完毕。这是水泡，可以安装在这里。这是超级飞侠小爱，开始变形吧。伸出左手，伸出右手，放下双腿，小爱变形完成。小爱过来操作水泡，发射炮弹扑灭大火。小爱任务完成，变回飞机形态吧。回去啦，起飞！帮大勇收回车厢。大勇也要出发喽。拆开袋子，这是我们的小猪乔治。我们来拼装霸王龙化石，这是霸王龙的头，嘴巴可以张开，这是霸王龙的身体，跟头拼接好，这是腿拼上，这是手，拼好吧。还有另一只手，另一条腿也拼好。霸王龙化石拼装完成。然后来拼装恐龙馆。这是树木，放这里。这是翼龙化石，放这里。放上支架，还有恐龙蛋化石。霸王龙放在这里，摆好标志牌。接着来拼装三角龙化石，这是身体。
拼上腿。第二只腿，第三只腿，第四只腿，还要拼上尾巴，再拼好头。Great！ 拼上脚，第二个脚，第三个脚，三角龙拼装完成，放到恐龙馆，摆好标志牌。乔治来恐龙馆参观了，先观察爪子化石，再打开恐龙蛋化石。哦，里面有恐龙胚胎呢，放回去。再去看看别的，来看看三角龙，它有三只脚。再来看看霸王龙，哇塞，霸王龙太高大了。乔治走喽。第一个得子会是什么呢？哦，是猪妈妈。猪妈妈要去医院。再来看第二个格子，哇，是可爱的小雪人。小雪人来和佩奇一起玩。拆开第三个格子，是一个滑雪板，让乔治来玩滑雪板。去滑雪喽！第四个格子是什么呢？是一把吉他。小马佩德罗来弹吉他。看看第五个格子，是一个雪橇。猪妈妈来做雪橇。出发喽！第六个格子，哇，是一个望远镜。乔治来玩望远镜。第七个格子，是我们的猪爸爸。猪爸爸也来到了医院。第八个格子是什么呢？是小熊娃娃，哇哦，给佩奇玩。第九个格子是一棵圣诞树哦，给猪爸爸吧。第十个格子也是一个雪橇，让猪爸爸来做雪橇。一个格子，是我们的小猪乔治。乔治出来玩喽。第十二个格子，是圣诞礼物哎，送给佩奇吧。看看第十三个格子，是玩具火车，给佩奇玩。第十四个格子是一艘轮船。第十五个格子是一辆自行车，乔治来骑自行车，小心点哦。佩德罗过来啦，给他玩轮船吧。
第十六个格子里面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小猪佩奇。第十七个格子是喝茶用的东西。哇哦！佩奇过来啦，喝点下午茶吧。再拆开第十八个格子，是一只鼓。乔治过来了，让乔治打鼓吧。第十九个格子也是一辆自行车，佩奇来骑自行车，出发喽。第二十个格子啦，是一个玩具小屋，给佩奇玩吧。拆开小猪佩奇的盲盒，不是长颈鹿杰拉德，杰拉德回家喽。打开门，让杰拉德进去，关好门，拆开第二个盲盒，是小猪乔治。乔治也回家啦，开门，乔治进去，关门，拆开第三个盲盒，是小象爱德蒙。爱德蒙回家啦，开门进去吧。拆开第四个盲盒，是小狗丹尼。丹尼回家喽，开门进去。拆开第五个盲盒，是小羊苏西。苏西回家啦，开门进去吧。拆开第六个盲盒，是小兔瑞贝卡。瑞贝卡也回家啦，打开门，快进去吧。拆开第七个盲盒，是斑马苏怡。苏怡回家啦，开门让苏怡进去。拆开第八个盲盒，是小象艾米丽。艾米丽回家喽，打开门，快进去吧。拆开第九个盲盒，是小猫坎迪。坎迪回家，开门进去。拆开第十个盲盒，又是长颈鹿杰拉德。杰拉德又回家喽，准备来种菜啦。放种子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浇水，
蔬菜长出来啦！拿篮子来摘菜，摘一根苦瓜。胡萝卜，白萝卜，红辣椒，茄子，拿去洗洗，开始洗菜喽。洗茄子，胡萝卜，白萝卜，红辣椒，还有苦瓜，洗干净了，装回篮子里，拿去切吧。准备好刀，切青瓜、南瓜、萝卜、苦瓜、胡萝卜、大白菜，剥开豌豆，还要切茄子。剥好玉米，再来切水果，切哈密瓜、苹果。